儿子，你看谁来了？哎呀，秋秋，这个时候你能从国外回来，真难得呀。明明哥，这么久没见，你还这么有男人味儿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太太丽丽。来，秋秋，吃瓜，可甜了。明明哥，早听说你娶了个大美女，这一看也不过如此嘛。这女人呀，就是不能操持家务，不然这皮肤保养不好，这一看就是个黄脸婆。丽丽，你多跟人秋秋学学，多保养保养自己。哎呀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妈，你们都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快去快去吧。好，做个鱼香肉丝，少放辣。哎，知道了。明明哥，我还是觉得这个位置比较适合我。秋秋，菜齐了，你多吃点，快吃吧。别客气。秋秋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哦，丽丽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秋秋是客人，你坐哪里不行啊？没事儿，我坐哪儿都一样。还是你懂事儿。阿姨，你看这装修一点都没变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就跟明明哥在那沙发上玩。是啊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经常找明明哥来玩，大伙都说你们俩有夫妻相，会嫁到我们家。哎哎，没看到碗里没有饭吗？你不工作，吃我们家，喝我们家的，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你婆婆我，真不知道我儿子怎么看上你的。哎妈，吃饭。来，老王，吃肉段。别说我说你啊，黄脸婆姐姐，你平时不注重保养自己也就算了，连明明哥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。你看什么看呢？秋秋说的不对吗？你看人家秋秋活得这么精致，身上还这么香。哎，秋秋，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啊？阿姨，我哪用什么香水啊，我洗衣服呀一直用的都是这款亲肤柔护洗衣液，您看我给您也带了一下。哎呀，秋秋，你干嘛这么客气呀？这个洗衣液我知道，这一桶就要49呢，你还给我拿了这一大箱。没事的，阿姨，这款亲肤柔护洗衣液呀，它温和起泡，多效清洁，护衣护色，柔顺亲肤，清洁效果出众的同时还持久留香呢。重点是它的配方特别安全，母婴皆可用，而且现在特别实惠，这一桶是4斤，两桶是8斤，另外还有3袋，每袋1斤，这加起来一共11斤的洗衣液，给您包邮到家，只需要49。是吗？那这么好用又实惠的洗衣液，你在哪儿买的？下方评论区就可以购买，现在下单，商家还给一瓶39的衣物去渍剂，像您平时遇到了比较难洗的衣物，轻轻喷两下，停留2到3分钟，也可以洗得很干净的。哎呀，秋秋，阿姨。哎呀，就喜欢你这样会过日子的，快吃饭吧。明明哥喜欢吃的是鱼香肉丝，而不是肉段，又老又硬。够了，以前我确实是喜欢吃鱼香肉丝，但自从我和丽丽结婚以后，她一直要求我多吃青菜，也是为我的身体着想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家里的装修一直没变，不是在等你回来，而是丽丽说她喜欢，而且不想让我浪费钱，所以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儿子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丽丽不就是个吃闲饭的家庭主妇吗？妈，丽丽这么多年不工作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您心里没数吗？还不是因为您高血压、心脏病，这么多年好几次晕倒在家。如果丽丽不照顾您，您可能……他为咱家付出了这么多，难道就换来了你那声哎哎哎和秋秋的那声黄脸婆吗？妈，我的老婆有多好，只有我自己清楚。我的女人，我自己当。